Stella， 今天呢很开心可以参加 Protex 的运动时尚的票选活动。那我今天所体验的呢是篮球。我平常就是因为我都有在写部落格，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拍照。那除了拍照之外呢，我也还蛮喜欢运动的。我觉得运动对我来说，因为我以前比较小的时候有长时间运动，然后中间有停止一段时间，那现在又开始在很认真运动，因为我觉得有运动之后，我整个人精神也会比较好，然后会比较有活力，然后感觉就很健康。我比较重视我的下半部位的位置，像是腰啊跟屁股，因为我就觉得女生有腰，整个曲线看起来会比较女性化，那屁股就是要翘，所以我就会特别重视于就是腰啊下半身这样子的部位。做的时候呢，穿着 Protex 这身衣服，那其实非常舒服，因为我做了很多大动作的伸展，那站起来都非常的顺畅，而且呢，就算流了很多汗，可是现在就是身体也不会觉得很闷，那我觉得它还蛮快干的，蛮舒服的。